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七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6,393个本土病例，中重症有49人，死亡个案有21例。讲到这上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一个16岁少女，伊无注过任何疫苗，本身有慢性病，感染了后送到病院，无到一礼拜就过身了。另外，目前疫情正在加悬，指挥中心也伫咧推测讲，到年底之前可能再增加200万人感染，还有还未注疫苗民众爱赶紧去做。新冠本土疫情七日拜二增加36,393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二同期增加16.7%。全台以新北市病例数超过7,000例上侪，中重症有49例，死亡有21例。死亡个案中上少年呢是16岁青少女，伊本身有慢性神经系统疾病，无注过疫苗登记卡床，是机构住民，8月底快筛阳性，后来因为细胞膨受系送医住院，9月7日病况恶化死亡。目前这个青少年的部分新增的一例重症跟死亡的个案之后，累计目前是有14例的青少年重症，其中有5例是死亡。随着疫情相关确诊人数增加，国内口服抗病毒药物的应用人数上升来到6827人次，创6月27日以来的新高。指挥中心预告，今年底之前，恐怕还有200万人感染，呼吁民众赶紧注射疫苗。BA.5 的部分，我们预估。在这一波可能我们是到年底啦，就是大概可能还有200多万的人会感染。另外中秋节、中央节特别高，未少民众在问机构住民敢是会当登记厝团圆。指挥中心表示，机构住民会当请假登记，那无外宿过暝，原则上唔免体检。那请假外宿过暝，登记机构进行7天来有新冠肺炎暴露风险的人，有原按依规定进行体检。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内这 BA.5 疫情正在加悬，指挥中心宣布，莫德纳新配方疫苗上近9月底会有200万人送到台湾。第一阶段先提供给65岁以上民众来住，然后第二阶段是开放给医护人员、航空业的基础人员，不过就要含前一档等3个月以上。因应本土 BA.5 疫情升温和边境开放政策，卫福部传染病防治中心会预防注射组 ACIP 专家会议初步决定，莫德纳次世代疫苗会先予脆弱族群来注，各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注的对象是65岁以上老大人、长照机构住民、18岁以上免疫不全和免疫低下人。第二阶段是第一类医务人员、机场港务和国家检疫工作人员、航空技术员、专员、机构照护人员、50到64岁大人，和18岁以上因为外交、公务等工作需求出国的人。长照机构的群聚，那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然后它一旦发生的时候，很多个案得到感染，它的死亡率跟重症率又比较高，所以长照机构也纳入比较优先的对象。李炳炎表示，这款莫德纳次世代疫苗是关西都 BA.1 的相隔疫苗，会依照手术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EUA 资料，应提供18岁以上民众做第三剂、第四剂和第五剂对加使用。不过无适用第一剂和第二剂基础疫苗，而且甲前一剂疫苗计时间至少要3个月。目前疫苗量够，也让大家都可以打，再参考。其他国家目前次世代疫苗也都是在隔3个月左右，或是有人已经接种了第四剂，你还是可以再接种次世代，如果隔了3个月的话。指挥中心表示，相近9月底会有200万剂莫德纳次世代疫苗到会，涉及医院在甲厂商参详当中，有可能有更卡侪剂。第一阶段有希望到会了后开始做，第二阶段启动时间，都看民众是不是有真侪人来做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伫昨有宣布讲，即9月12日开始，会予美国、加拿大、纽西兰、澳洲、澳洲甲邦交国入境台湾毋免签证。毋过旅行社拢认为讲，较侪人来到台湾的是日本甲韩国，说是无来对因开放，认为开放即挂国家效益无讲介大。花莲火车站前的星际转运站电子看板显示行车甲观光资讯。县政府推动空手观光，游客带到花莲，就当将行李指定托运去住宿的饭店，轻松开始铁佗。我昨天是住这附近，但是明天
会移到比较靠七星潭，就是他有这个服务的话，应该是会更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七月宣布，十二开始恢复美加纽澳澳洲加邦交国国民入境免签证台务，嘛开放自由行。不过有旅行业者是讲，入境检疫也是维持三加四，让外国观光客唔敢来。国家上来台湾观光客上济的日本、韩国，无伫开放名单中，嘛无开放团客，所以整体效益有限。来台旅客的人数是不会有太多的帮助，是因为只要是有隔离的话，观光客就不会选择来台湾，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国家入境都是不用隔离的。团体的活动都是所谓的食宿游购乐部分，它是一起的。那在这样的经济效益上来讲，其实对旅行社来讲，整个的包装起来能够让所谓的经济效益能够达到更好。吉隆坡观光局是讲相关消息都有提供给指挥中心参考。不过各个政府评估疫情开放的脚步不同，日本也是慢慢的开放，所以尊重指挥中心的专业判断。我们当然是希望赶快开啊！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们都会一直提供说相关的讯息给指挥中心去参考，因为最后决策还是他们嘛。我们都当然是尽量配合啊。观光局表示，疫情前2019年来台湾的旅客有1186万人，日韩、新南向国家上济分别各占差不多三成，再来是中国、港澳两成。会持续对各个宣传，阁邀请试行团来增加观光动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的国防部，今仔日到暗头为止，搁再查到八台中国解放军的军机伫台湾附近活动，其中有三架搁跨过着海峡中线。咱的国军也是头一摆公布中国大型的无人机是安怎飞，甚至有讲一台 BZK-007 的无人机飞到台湾的西南空域。在伫中共民用无人机连线清掉金门顶外岛的时阵，公布初步表示，到迄天下昼五点为止，整合共计17架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进入西南空域9架次。值得注意的是，扰台共计包括一只 VGK-007 无人机，这也是国防部伫初时头一摆公布无人机一架次出现了后，进一步公布无人机的型号甲伊的航迹。那它的用意大概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它就是联合海空军的这个航空兵力进行这种战场的征收，这是它主要的一个就是战术上的一个训练。军事专家表示，中共民用甲军用无人机清掉咱国的四口位空域，拢是属于准军事行动，造成对方内部心理上的威胁，这是中国行伫无清楚地带的主要目的。民进党立委林俊贤讲，咱国反制中共军用无人机甲民用无人机的防制战机无同。如果是军用的无人机入侵，那速度更快，啊，那我们飞得更高。如果是军用无人机，它带有那种入侵领空的话，我们当然是有跟我们当然是有防空系统嘛，就防空飞弹导弹，那个是可以打他们。另外，针对行政院的2019年协定要求，国内各大机场建置无人机防制系统，林俊贤批评。当机场建置案原地思考了三年都没进步，还打算比较上山机场已经使用的中科院系统建置，但是上山机场系统在验收测试标准真低，反而无法度应用相关威胁。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解放军一再威胁着咱台湾，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去到花莲视察前线的陆海空的这个空军国军基地。中秋民众等咧团圆，不过咱的国军依然是爱守护咱的国家。总统今仔日也特别颁发中秋的加菜金。用无同款的姿势，伫450以来完成实弹射击。陆军今年开始推行实战化射击训练，透过障碍棒来布置实际战场复杂的环境状况。战斗的过程中，并不会只有一直固定在同一个点上做射击，可能会有接敌运动，或者是其他的方式。那过程中一定会喘，或甚至要变换射击姿势，所以我们今年开始推行这个实战化射击的训练。总统蔡英文初六一透早来到花莲国军的南部营区视察训练状况，嘛勉励国军颁发中秋加菜金。谢谢总统，祝总统佳节快乐！嘿呦嘿呦，捍卫国土，勇猛顽强，齐飞，杀！
蔡英文连夜来到花莲空军基地，和国军兵官共度食饭。空军马上礼物红啊，加 F-16B 的帽啊，给蔡英文。蔡英文在致辞内底嘛，特别表扬女性上尉花官周婉纯。像我们在座的周婉纯，上尉也曾在共机扰台之际，肩负起紧急升空拦截的任务。这证明不分性别、不分军种或岗位，每一位官兵都是承担保卫国家的重责大任的一员。这两个月中共解放军的威胁是愈来愈高，蔡总统透过秋节的便利，顶礼拜去到平湖，今仔日来到花莲，希望提升咱第一线国军官兵的士气。以上是记者林思和谢桂林伫咧花莲的采访报道。讲到今年双十节活动的主题是“守土卫国，立国同行”，这主视角也正式公开，用线条放射，就亲像这个光耀的这个勋章同款。但是讲到这位部分呢，去年是6000个，今年会增加到1万个。国庆主席甲正式公布，色彩高级的双十造型，就像光荣勋章。代表守土卫国的集体荣耀，背后设计理念、设计选用也真卡数。多元的颜色，然后去代表着就是我们的山川，然后还有我们的水文，还有我们的整个国土的一个样貌，表现出大家一起去往一个地方前进，达到一个共同目标。概念上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凝聚的概念，如果把它拆开是两个箭头往中间集中的那个概念在里面。庆祝会公布111年国庆主题是守土卫国，立我同行，国家也好奇。甲这两年的主题分别主打民主、国际相关概念比，今年煞强调守土卫国，敢是因为区域情势变化煞无同。那我们在今年上面也考虑到整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态样，跟台湾所处的环境，所以我们会综合在这里面来呈现。另外，防疫相关规范感谢帮忙。陈宗彦表示，国庆大会会为去年6000个座位增加到10万个，也考虑开放部分座位，和平众会当就网抽签参与。另外，拄到台地友情50周年，今年也特别邀请日本京都甲国校水造部来台参加国庆大会演出。随着联合国大会都要开机，外交部表示，中国最近调高疫情源对台威胁，政府坚决捍卫主权甲安全，也保持战责，未挑起争端，稳健务实推动参与联合国。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署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2.66%，比7月3.36%有明显降落来。虽然整体物价指数有伫咧落，不过有17项民生物资，因的平均年增率是有到5.38%，其中节能器上界侪出现了38.87%，是这44个月以来上界悬的。也若讲到咱伫咧煮食爱用的油，也是14.88%，是13年来上悬。另外，卫生纸也是3年来上悬。丰原市场的新鲜菜色果子一上架，真侪家庭主妇是外来买，只是物价自今年初以来一直起，也好真侪人化食袂消。就大概20%啊，水果啊，还有一些炸类的物啊，还有卤味都是一样。各项都开销都变到多了，薪水不涨是很麻烦的事。大部分都自己煮，都是吃家里的，我觉得在家里吃省很多啊。主计总署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2.66%，比7月3.36%明显降幅，将近连5个月破3%。虽然整体 CPI 数据有较落落来，但过核心 CPI 并无落盘。但得注意是，17项民生物资平均年增5.38%，其中节能起伏扩大到38.87%，创44个月新高。沙拉油加调理油起14.88%，起伏是13年来新高。卫生纸、面纸加纸巾啊，起伏也是3年来新高。就是7月下旬，鸡蛋的产地价有调升，因为饲料成本增加的影响。沙拉油、调理油涨，那黄豆一样，它的国际农工原料价格也没有再大幅翻身，所以零售沙拉油应该涨幅也不会大幅的扩大。卫生纸最近那个国际纸浆价格比较高一点，还是有很多卖场有做降价促销的活动。主计总署表示，八月 CPI 比顶个月薄0.09%，是因为国际生意继续落薄，加上政府实施各路补助、旅馆住宿费、加游乐场入场费落薄，加呢。也不过菜色两类外食费、出租加家庭用品又运气。虽然这个月 CPI 是2.66%，也不过预估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也
也是超过三达到三点一公帕。记者综合报道。在今仔日台股有起十六点，收在了14,677点，不过成交量只有1820亿，无超过2000亿。今年到今，这外国资金继续在了卖股票，而且已经卖超过台票一条路。即马这外国资金抽真济起来离开台湾，就专家表示讲，影响到台股会来起起落落的外资是海外的主权基金。这国际资金若准备收起来，金管会也是恐惊跌到三更。今年八月底止，外资累积卖超台股1兆071亿元。台股加速外资提款机九月继续卖超台股，第四季高盛已经卖超超过500亿，今年到九月初日超过1,288亿海外净汇出金额，至到八月167亿美金，合新台币5100亿，已经超过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预估联准会应该都不会改变积极升息的态度。月下旬之前，美国还有财测下修的不确定性，台股应该是一个提款机的概念。七六台股是盘小行，指数14,677点，起16点，暗高成交量不到2000亿，只有1820亿。交易中了后，美国联准会恐惊升息3码，资金会继续撤离。外资占台股40%，台股下半年恐惊继续成做外资的提款机。美国的一个通膨状况，欧洲的通膨状况压不下去，央行在加速升息的话，那或许是有在破底的一个可能。专家表示，国内外资宽松，包含税金、大摩、小摩，其实只负责路段，背后真正影响大股的外资发展，其实是大型资款基金，资金结构复杂，而且在海外国际资金撤离，金管会也无法度。那外资证券机构其实跟台湾的这个证券机构是一样的，负责交易端。Buy side 呢就讲的就是说有大资金的，他们本身来讲是可能是主权基金啦、退休养老基金，觉得这个很难撼动，你也很难用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严令国外的投资机构不要卖股票，这个是绝对做不到的。金管会证券局表示，台股基本面粉最近是四个重股，甲放量融资担保品等，各家啊全球股市波动，表示会有稳定台股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疫情又搁再要压起来了，不过咱的生活依然也爱过，真济产业开始恢复着因的生意，目前也等咧欠人。即马透过着台北市劳动局等咧找找一挂人才，即回批到480个，甚至有做单位公司开一个月8万块的条件，要找找有才调的人才。储备干部几乎就是对餐饮业就是比较了解。在民企官的询问之下，找头路人讲出家己的工作经历和希望的待遇。南港就业服务站找到一张餐饮业者的定制面试活动，吸引不少人来面试。就算知影餐饮业真辛苦，也是想要试看卖。我们这种中高龄来讲，我们社会经验不论是跟对待客户接待方面，其实都蛮圆融的啦。那我相信服务业方面就是需要这些接待啊。今年复出之后情况就好转，变成说我们的用客来客数量都增加了很多，那变成说我们现在就急需用人。防疫管制继续开放，台北市劳动局甲十外间业者合作，提供将近480个头路。除了餐饮业占大部分以外，其中有多媒体动画公司开出一个月8万的薪水。劳动局希望即摆找人用补助人力缺口。要这些技术人员，可能在1041可能可以找很多，可是他今天跨足到我们的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就是他真的找不到人。提出这么高薪水，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要人。那要人是为什么要人？因为要有商机。另外，台北市劳工局要在13日市府中庭举行一场定制活动，提供将近1000个餐饮业等的工作机会。根据劳动部统计，去年毕业生的平均起薪有3万2，特别是制造业平均也到3万7，真罕见超过金融保险业。制造业的这个研究所以上的程度，是属于这个资通讯科技学门跟工程学门的这些研究所毕业生，又是占比较多。那这部分的这个薪水，他们是比较高。台积电也要招募电子顶的专业人才，开出1500个工作机会，也锁定明年要毕业的硕士、博士，请因提早到努力毕业马上就业。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真侪欧洲国家拢抵制这罗西亚，这罗西亚也已经把这送到欧洲的天然气切断了。为着要避免这能源欠缺的危机，德国七国宣布要把这按算年底独一的两座核电厂继续太平到明年四季。德国和法国也已经达成共识了，在今年冬天会互相斗三工，互相运输电力甲天然气。法国也呼吁因的民众要爱省10%能源，做回来渡过难关。德国政府七号宣布，经过电力供应的压力测试显示，在极端的压力之下，德国南部两座特别在年底独立的核电厂对德国和欧洲的能源供应是真重要，所以这两座核电厂要继续太平到明年四月期间，未增加电量，只为应付紧急状态。Sondern das wie ausgeführt für diese Zeit für den Winter bleibt das Personal und alle Sicherheitsvorkehrungen da.Und erhalten, sodass sie wieder hochgefahren werden können. Habeck强调，非核家园有关是德国的能源政策，北部的核电厂到年底也是会按照计划投入。俄国已经完全切断，透过北溪一号供线向欧洲输送天然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七号强调，因为西方国家对俄国的制裁，造成北溪一号的防线无法维修，所以停止输送天然气。错无在俄国，又唔过回归到欧洲目前的现实面，气管的能源计数也带动物价起。法国主要靠核能发电，对天然气的需求较细。德国总理小朱甲法国总统马克宏，七号透过一场会议达成共识，今年冬天能够将互相帮助。法国对德国输送天然气，德国向法国输送电力，共度难关。La France est exportatrice de gaz vers l'est de l'Europe. Nous allons renforcer cela.Et nous mettre en situation d'être solidaire sur le plan gazier avec l'Allemagne si l'hiver est difficile et que l'Allemagne en a besoin.加拿大在近前发生乱台人的事件，造成十一人死亡。这警方表示讲，两个嫌犯因是兄弟啊，其中一个已经死啊，另外一个还搁在咧走路。警方收到证实，萨克奇万县原住民社区凶杀案的凶手是兄弟关系，数百警员出动追捕。31岁达米恩证实已经死亡。His body was located outdoors in a heavily grassed area.In proximity to a house that was being examined. We can confirm he has visible injuries. These injuries are not believed to be self-inflicted at this point. Miles Sanderson, Damien's brother, may have sustained injuries. He may seek medical attention. We can't say one way or the other, if Miles was involved in the death of Damien. It is an investigative avenue that we are following up on, but we can't say that definitively at this point in time. 警方表示，就算迈尔斯受伤，不过伊提武器刀棒，依然是真危险。伊面临三项以及谋杀罪指控，搁遭到通缉当中。另外，伊早都连续砍下人身加财产的犯罪记录。Now I'm terrified.To go to sleep at night, terrified to open my door. Yesterday I was thinking that could have been me.这是在沙城用毒攻击造成重大死伤，一寡受害者好亲像互伊针对，其他受害者明显是随机无害。警方表示，目前也无法度讲伊的犯罪动机。按过当地原住民社区高层发表声明，暗示可能甲毒品有关系。伫遐未歹，加拿大真正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和这个发生伫原住民社区血案特别引人关心。总理杜鲁道是真着惊，搁心疼，强调袂用分任何形式的暴力。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入营过生的囡仔恩恩，因的老爸老母向新北市卫生局、消防局，还有新北市政府请求国家赔偿一元。不过新北市政府近来表示，经过着新北市消防局、卫生局，拢有召开国家赔偿审计的会议，一挂委员拢认定讲，尽管是依照迄当时的管制措施，伫咧抢救恩恩的，并无做唔对的所在，所以认定国家赔偿不成立。卫生局在执行职务时都是遵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办理，并没有另外订定其他规定。同时经过审视送医历程，卫生局人员都是全力以赴，没有怠于执行职务。经过卫生局国家赔偿小组决议，与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要件不符，故不予赔偿。针对着国赔无成立，新北市政府强调，案件发生迄当时已经尽力伫咧协助，所以无符合国赔要件。针对恩恩别墅，因是真遗憾，也真唔甘。那阵恩恩的老爸老母无多接受国赔的内部成立，会当依照着国赔法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不过，这个恩恩的老爸表示，针对新北市政府的讲法是完全无多接受的。收到正式的公文了后，会含律师来讨论所刷落来这官司。在台南七股今早起七点的时阵呢，有四名工人在溪温那边修成这蛤蟆，用这吊车把水里蛤蟆吊起来的时阵，却去挖到顶头的高压电线。地输到吊车边啊，三个工人拢去互电到，这吊车柜台也着火烧起来，三个人是走袂赴，当场死亡。消防车赶到现场时阵，吊车已经烧起来，阁出现真大火粉。台南七股七日早起晚近七点发生公安事故，一台吊车去卡到顶悬的大电，因为现场落雨过啊，路面真澹，吊车边啊三工人当场去互对地6600米多的大电电到倒伫涂骹，三人无多早休息。现场也不敢涉水，因为这个电压如此之高，就算用水路的话，它也没有办法就是达到阻隔电的效果，那会造成救灾人员跟车辆的安全上的风险。消防队通知带电断电了后，才当挖金灭火。现场四个工人，三个人是白仔，其中两兄弟甲四五个工人不幸死亡。四个人是从车半暝起去，有那采收蛤蟆，早起准备收工，要将水内的蛤蟆采收机吊起来，却发生意外。电足强，吸力很强，然后我看扭开，我嘛对扭开，我第二只手扭开的时候，我就人就算讲倒对后边啊，臭气味。然后我搁爬起来的时候，我要走来甲叫人。四五个爸爸对大电也阁会喘，大电提醒民众呢是有吊挂这安全需求，会当申请加装防护线杆。另外，伫高压电缆附近作业，一定爱挂手铃、手套这绝缘护具，一定爱接地，作业前插入头壳。做下面的那个工作，就是用这个接地线。一定要遮了，油门都有遮了。台电说明，接地当将电传导入去土里，避免地面人员去电到。因为这件工案意外造成三人死亡，台南市劳工局已经下令现场停工，并会依照违反治安法将雇主上班，相关会当罚300万。记者综合报道。去年九月底，屏东高雄有一名超商的查某店员去互嫌犯攻击乌伊的目睭。屏东地方法院一审认定这姓杨的嫌犯本身有视觉失调症，而且去伤害别人，也佫有数人受重伤等罪名，该判刑五年。警方提起上诉，高雄高分院今仔日二审宣判维持本地五年的刑期。不过，这个消息传到当地民众，是讲这判五年，互因真歹接受。屏东高雄乡一个姓杨的查甫人，去年九月底因为和姓潘的女店员口腔爱挂嘴暗，都攻击对方上眼。女店员差一点啊失明，伊早伫去年六月就捌攻击一个姓潘的妇人。屏东地院一审认定，这查甫人有视觉失调症，以伤害甲数人受重伤未遂罪两罪，合并应该执行五年的刑期。检方上诉二审被驳回，维持原判，专案还阁因上诉。被告患有妄想型的视觉失调症，导致他轻微影响辨识违法及其依其辨识而为行为的能力。本院认为原审就此部分的量刑也没有违误。虽然判了被害者经过长时间的治疗，虽然慢慢恢复，不过心内惊吓也是无法度消毒。当地村民也真烦恼，都惊五年了后，这查甫人又回去到村仔来。我跟整个人，大家来听讲。
哦，五年要回来，害啦，大家啊，坐咧等安尼啊。他会甲判安尼尔，这种会伤害的人，你输个甲判咧，伊敢袂过去伤害着后壁的人，迄也无得确啦吼。被害者做事的超商已经换地点重新开播，暗过找员工是真困难。超商业者无奈表示，只好想办法防身。有准备防狼喷雾或之类的，有器具，有辣椒水那一些都有。当地人表示无法度接受判决结果，受害店员是不是要阁提起上诉？家属表示，爱甲律师阁建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国民党蒋万安今仔提出着中招政策，讲台北市的这联合病院呢，伫半年内要增加500张的中招病床。也那无党籍的黄珊珊是宣布前内政部长，也就是国民党的李鸿源要来做伊竞选总部的市政总顾问。也那讲到民进党的陈时中，本底是要含这征求青陈信安做回来拍篮球，不过这保全说讲，这球场要保持行政中立，当地球场外口。长照三支箭，用心挺安老。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七日提出长照政策，国民党提悬公卫补助，利用现有台北市的联合病院系统，半年以来第五个疫区增加500张长照病床，而且鼓励私人企业加入计划。虽然需要阁聘新的照护员，但是人力是有够的。未来提拨台北市的高龄长照补助款，预计每年挹注3亿新台币。第一年如果市府没有编内预算，我们先由预备金支应，我们不会挪用，也不会影响到现有卫生局原本的公卫补助款。这次竞选办公室的政策总顾问李鸿源前部长。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也伫今仔日推出多次在乡政策，佮宣布竞选团队的市政总顾问是由前内政部长国民党李鸿源来担任。黄珊珊佮一摆讲要拆除第一殡仪馆，先做立地，落尾透过公平参与来决定未来的使用方向。第二殡仪馆周边要规划做礼仪服务中心。对一殡二殡，大家都要拆，大家都要移，大家都不要，但是谁来做？柯文哲市长上任才做。他们不是都说柯文哲市长都没有做事吗？那奇怪，怎么突然间又二兵又变成大家既定的东西了？是谁割到尾呢？谢谢，大家加油。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早时原本要甲前篮球员陈信安拍篮球，不过来到新生球卡，现场保全以行政中立官职技术团队入去球场，干那会使伫外口看。不过体育局落尾表示是保全国会规定，陈时中伫现场嘛讲出一堆运动政策的想法。那怎么样有一个更适合的场所？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大家就经常在打篮球的人他们的想法跟希望。但是中国回应公共便所政策影片会拖垮正义，伊讲若是有需要检讨的所在，会随改正，还是会相信团队。记者观点随联有客证派文台北报道。讲到这婴儿逐年出世的人拢伫咧减少，政府推动幼囝津贴、增加三减假等等政策，就是希望鼓励民众加生寡囝。不过，儿童福利联盟调查发现讲，台湾的幼囝环境也是因为公共便所、交通等等的硬体设备不足，甚至对这有饲囡仔家庭咧是无够优先，建议政府爱规划搁较侪一个优先的幼囝空间。大哥，你刚泡奶吗？那你觉得奶粉盖子是开着是对的吗？详细吩咐囡仔，什么应该做，什么袂当做。十年生六个囡仔，爸母讲起育儿经，是满满的幸福，也满满的无简单。很友善的一个妈妈圈，一个育儿圈。我前几天我就是一打就去看电影，大的男生上网，我就请他在门口外面等。但我现在已经可以一次带两个小孩进去上厕所，然后一个可能就背着。亲子厕所的那个数量比较少，然后再一个就是，好像其实是有一些女厕所里面有男小朋友的小便斗。可是男厕所反而没有。虽然有父母愿意生六个囡仔，不过也受家长唔敢计生，就是因为台湾饲囡仔环境有改善的空间。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厕所可以同时容纳两台车子一起进去的，其实只有一台也很难。其实人行道我们常常在推，对，譬如说带小孩要搭公车的时候，又要扛娃娃车又要扛小孩，其实还是很不方便。或者是有一些公用场所还是会有，譬如说男厕完全没有尿布台。医护人员长期关心台湾幼儿基地，为自控2012年的调查，都已经发现家长常常面临交通公共便
诊所、公共场所的管家这问题。到今年又一摆调查，台湾育儿环境依然存在硬体设施跟社会气氛无友善的压力。好像我们如果只 focus 在催生的这件事情，其实这样的发钱、这样的津贴是没有达到效果的。我们怎么样让这个环境更多愿意想生养孩子的人会愿意走上这个路？李王指出，这几年来政府推出育儿政策，大部分在育儿津贴加托幼补助，啊，不过对公共空间的友善度关心还阁无够，建议政府听家长的意见，营造更加友善的公共空间，才有机会为根本上提高生育率。记者综合报道。除了李长以外，还有一个职务叫做李干事，不过在咧汤圆咧，只有这个516个李这李干事所153人而已，调机关提出质疑，这个、民政局也回应讲会甲这个李干事名额列入去做检讨。准备好防疫包，搬起汽车或者是车内底。李干事无用一个一颗方式回顾国家隔离的民众。最近边境防疫慢慢放松，出一国的人愈来愈多，和李干事真是无用气气，有时连去便所时间拢无。里长也是跑得要命，还有我们的李干事，我看到我们李干事一个李干事，那摩托车后面大概可以带20包，真的是带到都快骑不动了。全部去磨汗啦！你讲磨汗，肯定要买去磨汗。啊，就看见啦，就是磨，搬来搬去，按去磨汗用的啦。很忙啦，你打包了对没吼？像这个就是打座位啦，讲正经啦，因为疫情没法出啊吼。李干事的工作真辛苦，每天拢看着眼泪。只是桃园市有516个里，法定编制李干事官员189人，实际只有153人。尤其是中立区今年增加3里，李干事爱斗三工代理里长，有3个李干事阁身兼6里的事务。平常时除了无行李政业务，爱阁下乡服务。这三年疫情期间，因阁要负担起防疫，工作量是增加真多。其实，在居家检疫的部分，我们是采轮班的方式。那同时，我们也有这个行政人力啊，会来协助轮班，那甚至打包整个防疫包的作业。不过，有机关质疑，这几年来桃园人口增加，公务人员员额也提悬，所无重视增加基层人力，所以希望提出达到一里一干事的目标。民政局表示，目前每一位李干事平均服务3.37个里，甲新北市差不偌济。工作量增加主要是防疫业务，加上社福愈来愈健全，会将员额列入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民党的赖宜乡自去年开始出版这个乡刊，不过因为今年疫情严重的关系呢，公所推动这个八乡刊来做公益，把这个公益的收入来帮助弱势一个独居的大人。现开赖宜乡的乡刊，地方的人物故事呈现在眼前，这是由屏东县的独立书店替赖宜乡创办来记录部落的人文特色，唔那要传承百万的文化，嘛要让愈多人会当了解。每一册我们公所都非常用心的来编辑，我想都受到乡亲朋友非常喜爱。来宜乡刊介绍每一个各市的族人，看到因伫咧日头卡拍拼做工，看到来宜乡的山水生态，看到部落的食食甲拍拉文化，对各方面来呈现来宜乡这个所在。山林文化作为主轴去发想的一个内容。认购我们的乡刊作为我们的专款专用，就是买一些防疫物品，我们送到独居老人或一些弱势家庭这样子。因为今年疫情真严重，来宜乡公所推动买乡刊做公益，设立乡刊的爱心专款，投入乡内防疫，也够救助弱势甲家己住的老大人，希望大家会当来收听。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区监理所今仔日伫光复高中，除了宣导拖拉机灯弯视线死角的问题，也提出讲，若准骑奥多拜，就要注意安全，也了解到即马上届先进的所谓安全辅助设备。哇哦！大卡车准备灯弯，无说你得甲涂骹的鸡轨啊搞好破。一般大车视线有死角，为着提升安全。
现在有最新的设备安全辅助设备，在车子的 前方它呢有防撞系统，如果靠近了车辆的话呢，它会有自动刹车的部分，这个是为了确保司机的安全，确保这个我们用路人的安全。视野辅助系统，然后它呢会照我们的左后方，右边呢会照右后方，提高驾驶人的注意，因为里面呢会有一个镜头，让我们去看左后方、右后方的镜头，这个可以减少死角的部分。新竹区管理所初六在光复高中做交通宣导，除了提醒学生注意大型车的视线死角问题，现场阁有路口青红灯的宣导，希望学生了解，不论是走路也是骑车，拢爱真注意。针对那个大货车的部分，我们都有教他们装这个辅助系统。透过装置这个辅助系统的话呢，可以增加我们驾驶员的那个驾驶的安全，也减少那个路上行人发生车祸的状况发生。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活动提醒大家道路安全的重要性。另外，把鼓励卡车司机参客运业者利用科技来提升赛车的安全性。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婚姻馆目前正在举办诏安客家文化节，这活动就一个月遐尼长。上届闹热就是一个淡仔火迎暗景，大家提着火把伫暗时啊行路，真闹热。咱做回来看。点火了后，为期一个月，婚姻客家文化节就正式启动。社区区民间囡仔举火游庄，从顶过去伫客家庄头，为着要烘插头，大家都伫暗时举火巡逻。即马逐年中秋节拢会举行淡仔火迎暗景，上顶团形。很好玩，怎么样好玩？就是举火把的时候。淡仔火迎暗景，这其实已经传承了100多年。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也中断了30几年。在2006年。再重新又找回大家共同记忆。除了中秋的淡仔火迎暗景，今年婚姻客家文化节各展出无形的文化资产，用米罗卜卦就感动拜客王的仪式登顶，也办布袋戏课程，和社区囡仔合适来南布袋戏。20多场的特殊活动，要吸引游客来体验客家文化。好，来深入的了解我们招安客、云岭招安客的这个客家文化的一个这个文化的一个深厚的底蕴。那这次呢，我们同时就是在推动文化的同时，也希望带动观光。另外，为了要庆祝西里大桥完工70周年，西里公所伫中秋假期嘛要举办西里大桥文化节，以艺术文化、游乐园、亲子活动、音乐甲三亚观光五大主题，吸引游客来欣赏西里的美丽。记者综合报道。在了日本有一个叫做出租先生的查甫人，伊的工作就是把家己租予别人提供陪伴服务。虽然这个工作受到众人议论，不过伊认为讲这个套路会当安慰到真侪孤单寂寞的心，也家己也感觉真欢喜。地无阿穿白色珠、卡其裤、打扮轻松的伊，就是最近伫网络正红的日本出租先生松本雄司。台湾大学毕业，现年38岁的松本雄司，原本伫一间出版社工作。但是伊常常去予同事批评，伊啥物都无做，互伊感觉家己伫公司互人看无，所以4年前决定甲工作辞掉，要用别种方法来饲一家伙仔三个人。自分何もしないっていう部分を逆に押し出して売りにして、何かこう人のところに行ってそれを提供するってことをやってみたらどうなるんだろうなっていう興味が湧いた。それをまあレンタル何もしない人として。活動をし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ね。松本雄司伫 Twitter 以出租申请的名义，敢为人提供陪伴、听讲的服务，真正就是什么都无做。无想到各种邀请真多，其中一个就是27岁数据分析师千田。即天出租先生接到任务，就是爱陪穿印度纱丽、穿水水的伊，饮茶、食点心。なんかま友達と一緒だとなんか友達を楽しませなきゃみたいな気持ちがちょっと出るんですけど、まあレンタルさん。另外一个担任公务人员的女性客户，已经不是头一次找出租先生。友人だとやはりですね、そういったピカチュウの格好を着て一緒にカレーを食べるっていうなかなかハードルが高くて頼みづらいっていうものとのがありました。除了陪人吃饭，松本雄司搁把陪人牵狗散步，陪人签字烟抽烟。也是听上班族嘛，定时食，不过拒绝性方面的工作内容。这个服务原本无收钱，
后来是因为邀请愈来愈多，一开始一届收费一万日元，差不多是2000日，交通费甲餐费嘛由客户付钱。四年下来已经累积出任务超过4000届，其中四分之一是重复的客户，包括一个妇女请伊270届。原本是讲，伊出租家己，啥物嘛无做，意外安慰袂少孤单的心。即个故事，阁予人写作册，画作红仔册。两年前，阁改编做日剧。虽然日本社会对伊的评论好歹拢有，不过原本认为伊证明家己毋是无路用的人。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家人到新竹对25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4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1度。天后金门妈祖对26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禾，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